研究中医20年，教学太极30年，自我修炼将近40年的中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美秀老师。9、10，我除了是一名中医师，也是一名国家级的运动教练，入选中华武术名人名师。除了在各地的教学，我同时也帮企业做各式的训练、教学与讲座。在多年的教学经验里面，我发觉一件事：我们的身体会不健康，心理会不健康，跟我们长时间没有办法放松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的身体僵硬、变形、筋膜弹性不够、经络运行推动不顺畅，长时间情绪的压力同时造成气的衰弱、内脏的衰败，紧接着呢，失眠、三高、自律神经失调就通通出现了。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来源于无法放松。学生常问我，老师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放松呢？放松它有非常多的条件要来同时去做平衡，我们的骨骼要平衡，肌肉要有弹性，经络要通畅，穴位的气要能够推动，才有办法同时达到好的效果。这就是我开设这个课程的目的。我利用3个月的时间，每日20分钟，同时锻炼骨骼平衡、经络平衡、穴位气的推动，来让我们同时做到放松的锻炼。我常跟学生说，好的功法要有对的方法，足够的量、够长的时间，它一定可以产生最好的效果。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每日的锻炼，来追求自己的健康。